表没动呀。动了。在哪儿？原来是零，原来在这儿。这个洗物真空，这个系统，哎，这个系统洗物真空，这个系统真空。啊。原来都是在零的地方。嗯。在零点零二，这个是0.08。卡，这么卡。看这个。哎呦，我的手机咋这么卡？咱这个表，嗯，一般是不走，为啥吧？咱是没有装滤芯儿。啊。咱俩是装了滤芯会有压差。这个应该没装滤芯儿。走，一米几。啊。那俩星绿罐儿。哦，等于说现在那俩罐里边是空的，没装。是啊，嗯。要是装滤芯的不就是一个装满就装上去了。啊。所以都没装滤芯，那俩没有。那就开个这就行了，是吧？我都不知道没啥了。